你这他的退化的本能，他大部分其实杀在两个旁边，对，左右旁边。那么德方你是反球，说明比较平稳的打法。
攀爬的话，你的左脚要往右上伸，偏后上下压，第二拍就前面要推进。可是你做这种平衡的时候，为什么你要从直线直路去？你可以从斜线，斜线对斜线，虚度大，希望你速度稍微慢，所以你要调动你的腿在这方面。第二方面的话，用你的脚要有能力，然后你的后场的两个位置把它打过后。OK， 看到他回，他回的好，这样的，他判断你的控制就很好。第二个，他的思路在哪里？大部分的话，我没有说是说他六力球，你连续拿他六分球，就是在他开广上线。对对，但他广上线你要给他一个啊陷阱，当他给你的短冲球，让你再推他出，越后越好，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空间。对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因为问题，他很少放那个网球，就算放网球之后，他很自然就很背，你就很自然就放网球。因为你会考虑在网球中稍微再调动一下，逼他上拍。对，这两次你可能要比较上，因为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你跟他的球路很接近的球路，只是说他是比较一个灵活性的球员，你是重型的球员。在这个方面稍微改进一下，这样的话你调动它的肌肉越大的话，它的 recovery course 就是稍微各自而慢，对于控制权力就更好。对，所以你可能在第二盘那边你可以稍微节奏感方面跟你的压后场方面跟你往球场前后加一点，然后再重力球再做再调动的左右控制。好，谢谢谢谢。这样的话，你不需要太多体力，你费了很多体力去跟他对打。对，你是重开始，是 maximize 你自己的优势。嗯，好，谢谢，是这样子。可以，我好像再拍俩。哦，你叫我叫你。
应该 OK， 可能还要旁边还要再拍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这个看，啊，可以下拍。这样会很简单一点，我觉得，因为自己打吧就会。哦、，OK， 不过角度就。Thank you.
谢谢。只要吴迪的话，我可以发给你。吴迪你要吗？可以发给你。